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国际话题是来自华府智库皮尤研究中心最近所研究发现的一件事，是2013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网络世界的网页们居然呢有多达 25% 已经消失。因此呢，现在有很多专家开始在讲说，这难道是进入到了数位历史要准备流失而且退潮吗？皮尤呢，他们研究发现，网页呢，如果历史越悠久，它消失的问题就越严重。譬如说呢，在2013年当时呢还在的网页，到现在呢已经有38%的不见了。到2018年呢，有31%的网页不见了。那一直到2023年，也就是去年，则是有8%。但是呢，这网页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后续就去研究了一下原因，其中呢就包括了有单位停止营运，就是不出钱来经营这些网页了嘛。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是公司关门、新闻机构被其他的机构给并购等等，最后当然就是出现了倒闭。这也因此呢，现在出现了美国团体，譬如说像是网际网路档案馆，他们呢现在就想要发起行动，要趁着这些网页呢真的在网路世界凭空消失之前，赶快想办法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刚刚呢所提到的这个档案馆，他们呢现在在做的事情叫做是网站时光机，他们想要把这些网页给存起来，甚或是就用拍照的方式把它拍起来。那这间公司的主管就说了，其实呢过去大部分的业主都是只是想要把内容放上网想要赚钱，但是真的很少有企业想要去做长期维护，所以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给保存下来，就有点像是我们在保存历史古迹一样。这样子听起来利益或许良善，不过呢，网络时光机现在还是有一些隐忧存在。首先呢，最严重的就是版权问题。这个版权问题呢，其实美国有法院早在去年就已经认定说，这个保存呢的做法其实是违法的。而且呢，刚刚提到的这间公司，他们现在同一时间也在做一件事，叫做唱片数位化。他们呢还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呢可能要被判赔4亿元。另外呢，还有一个隐忧，就是这间公司他们同一时间呢也曾经被网络骇客给攻击，去年还被打到说一度要下架。因此呢，这种类型恐怕都会让存档有缺口。有鉴于呢要把这些过去我们常常在用的网页给保存下来的利益良善，因此呢现在就有历史学家建议了，其实呢如果你要保存的话，你还是要先分轻重缓急，呼吁呢他们必须要先建立优先顺序。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过去呢我们常常所使用的网页，您觉得到底有没有像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必要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讨论的国际话题。